指定的。是的嘛，这个保证我之前收散户的事儿，都记得啊。他前头两天呢，得打电话给我，喊我来保障局停火了。好长时间没看到我了，可能他就不晓得我怀孕了。所以我今天过来收散户了，我就过来看下他。你这上面有水，你又要上那种了哟？是有的，就得这样送我，那样子。两天打电话噻，我来还自修钱啊。这女人不化妆去嘛？最近的就好用。这儿我不化不太行了。不太行啊，不可以啊。啊。今天我也不整这个衣服。你也不整了，哈。这个衣服。你这个还有吧？那我来问有。当。我问有两片了，你快点上来。你这几天要打好多关照，打两个，指定点啊。咦，小看这几天了嘿。慢点哈，你不来整了哈，你们这些活稀烂，走，你等我水喝哈。你渴了不是？我这一袋子有牛奶嘞。牛奶。你笑。我等你袋子呢。只能喝牛奶，那不？我你们花钱了，我没自由啊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来，拿着，拿着，这儿有。这个我好好爱的个嘞，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，这么多都还不到9.9，酸酸甜甜，好味道，夏天出门解暑解渴，神奇又省心。喊你喊你了。点商城金钻秒杀频道，或者点评论区，就能领取这个9.9神奇攻略，还有官方限量补贴，赶紧点我评论区抄作业吧。你上次跟我说你让我请绿豆粉儿，来，我们买一碗绿豆粉儿来。香蕉，也都是你带起的。来，你菜子呢？不大好给。是的呀。是的嘛。我还以为巴蜀有好多在紫丁街儿。我去年烟叶房没了。没了，喊你自己弄个装进两包来。也是两处哦，两处就在这里儿。这菜子经营不大饱满哈。好了，我不说了哈。你来那边，你下次就打我电话，你不要非得赶上去了。那菜子有好多。来，80斤9两。80斤9两。是瘦了还是胖了？8斤8两。你究竟又不算我呀？这个改小肚就老多给你哈。3块5斤，带33.8就行，带31块钱给你哈。我给你买了有西瓜。听你的西瓜也那个。喂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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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快点，快点！等了那个拖了，今天没见我起来的家。我不了，上面还有家，有几多家我要去收，哈。我等你买个西瓜来，不然西瓜切起来来。来，宝贝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快拿一下。我要走了，宝贝。你希望今晚希望那不能过夜哈。上面还有家有几朵油菜在外头收。我那些土里的。走了，你下次。主要容易缺氧哈。要的，你下次有哪样子事情，你给我打电话。我跟你说。我这个工资我该发了吧？